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从 video，这是 video，这是 video 哈，这是 video 哈，怎么样？把这个关掉，其他的都关掉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。哎，果然是 video 哈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啊，这是 video，这个是文字啊，这个是箭头，这个是色块，就会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所谓不是 drama 这种。drama 就是演电影啊，不是这种东西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图文整合的写法。第二个，所谓新闻系的叙事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的形式叫转场。其实各位我们在电影很少看到转场，不能说电影没有看到转场啊。电影的转场如果转的让你看到，那个叫做失败的电影啊。你看电影看到浑然忘我都不知不觉，其实是很多场在转来转去，可是因为它。电影的导演功力的核心就在于，你看电影看到不知道在转场，哇，好顺哦，一边哭一边怎么样，他转得很顺，你没有意识到转场啊，没有意识到转场，这叫电影嘛。新闻刚好颠倒，转场是要提醒你，我换场面了，我本来在拍台南的美食，对不起，我到高雄了，对不起，我到台北了，懂吗？转场的。概念在叙事文本跟电影是两个世界啊，电影是让你不知道我在转的，它一定会转的啊，这个等一下去读电影理论啊。比方说从走那个海边走，咻到餐厅了啊，它会一个转场，而且转得很自然。怎么样转得很自然？你去网络上找，去找书啊，那个技法还一堆的，满坑满谷，什么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转得非常自然。我们的叙事文本刚好颠倒啊。转的让你知道我在转啊，这样我才知道我在讲哦，台南美食哪边美食哦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场合已经换掉了啊。这是所谓叙事型的图文的一个叙事型或新闻性的专题性的文本，跟电影非常不一样，文本差异。这一堂课我们非常重视这样子的逻辑概念。所以转，那你这样懂就好。转场其实超简单的哈。假设这样子啦，好不好啊？我们抓这个抓转场，等一下抓到这边来复写啊，拉到这一条，对不对啊？就讲诶哈，奇怪指示的什么啊？不管哈，来。假设我们在做一个报道，本来在报道什么什么猫啦，有的没有的啦，哦，报道猫啦。那现在猫讲完了哦，我先要到学校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假设啊，我要到学校去了，这是一个。场合的字形的文本当中，当我场合转换，通常我要交代读者，跟读者讲，要意识清楚的意识到我转换画面了。电影刚好颠倒啊，电影呢要很厉害，要叫哦，转得很厉害，所以转场这个概念你在电影里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手法，无非是要让你在整个画面的变化过程当中。没有意识到转场的，好像看故事看得好顺哦，哦，好顺哦，从头看都看到忘我了，要很顺。那个叙事型的刚好颠倒，一要很清楚让你知道转场，我变化了啊，就是这个是转场的概念。那怎么转？我从这边要转到这边怎么转？超简单的哈，这种软体的好处就是这样，各位抓着点它，往左边一滑，你那个交集的地方就是转场，自动就帮你做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点它，我先播放给你看啊，我先播放给你看，你看它怎么转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一个这样闪动的过程啊，那就是这样子。反正呢，你如果觉得这个不够多，你再往里面抓，就会这样。注意哦，当你抓出去变成这样子的时候，这个就动不了了，就动不了了哈。所以呢，要清楚一下。那但是没关系，点它啊，点它，有没有哈？点它，按属性。这是转场啊，转场有没有？拉过来之后，这个东西要变转场了。点它，按属性。各位，转场的方式有很多种啊。如果你没有太有的没有的要求的话，好就随便弄。比方说蛇形，啊，你看看它这边有个预设值哦，是这样转场，看到没有啊？是这样转场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它这边给你看，我们再看一遍，因为它时间很短啊，希望你看得出来啊。转场有没有啊？就是这样子啊。叙事型的文本转场很重要啊，就是你要交代什么时候要转，什么时候不要转，交代哦。本来是
假设我们报那个新闻哦，本来是火灾现场啊，现在转到医院有没有？通常会有一个转场的交代啊，场所不一样了。其实你仔细观察现在的电视新闻的转场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子的弄，大概就是直接啊、哦，直接你也可以把它拿掉了啊、哦。比方说现在这个转场在啊、哦，我们来看一般的电视新闻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把它拿掉啊、哦。现在你看电视新闻大概就是直接就转过来了。不会有一个类似转场的功能哈，但现在 video 式的啊，尤其是网络的 video 式的一个影像的 drama 型啊，其实转场就凶了啊，用的越来越凶。然后我仔细观察，电视也开始逐渐的采取像这种有意识到产生变化的啊，我把它拉过来一点啊。我们就可以转场转得很凶啊，哦，往前拉有没有？就是转场了啊，这种有意识的、有意识到的转场的表现形式，我觉得越来越多了哦，就像这样子哦，来转场有没有？你有这样有一个转场的概念啊，然后换一个水平对开的转场好不好啊？知道水平对开的转场方式，再让你看一遍，水平对开的转场方式，为水平对开的转场方式啊。这里按它按它啊、哦、然后按属性这里就可以选择啊、哦、我只能说在现代的这样子的转场的表现形式其实越来越多，而且几乎快要成为主流，传统电视那种没有转场的直接过场，没有转场的直接跳，我觉得反而变成不是主流了啊。不想你看我 video 有没有研究生啊，这是个可以写论文的东西啊。转场啊，叙事型文本转场的变化，你大概不会注意的。我对这样子的文本表现形式比较 care 啊，大概就会是这样子啊。